木鱼。快和我走，你在这里不安全。有容他们还好吗？他和长生都很好，身后已经归去了。我知道你很难过。你放心，只要玉玺还在我手中，教宗就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们藏在小黑龙的寒潭下，你也来吧。大家一起想办法对付他，好吗？我会去的，只是有些事还没做完。你是想刺杀教宗？玉女剑，长生把这把剑给你了，他留给我防身用的。凭我的功力，根本没法刺杀教宗。那就好，要对付教宗，长生正想办法布局，我们一起用星图来对抗星阵。可是，他真的可以吗？合众人之力的话，我就不信赢不过他。堂堂，我问你一句话。你愿不愿意娶我？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人世间悄悄闭上了双眼，未来仿佛都住进这瞬间，你天真的脸，温暖呼吸面，这无止境的梦田。因为爱你，因为留恋，才本能故意敷衍。这是我爹和我娘大婚的时候我娘穿的衣服，我娘希望我也能穿着它嫁人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岁月一圈圈催一脚尖，在浓情的时间，诛心在上，我墨雨愿与堂堂结为夫妇，同心同德，心运永系。我唐三十六愿与墨雨结为夫妇，不离不弃，生死同归。你我已成夫妻，你要答应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时间悄悄闭上了双眼，堂堂答应我，唐家在我手上重出，就一定要在你手上重生。真的脸，温暖呼吸面，这无止境的梦田。堂堂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你。我庆幸和你有过美好的日子，这是我一生的骄傲。无论是坠入深渊，
还是坠入心海，我都要把教宗带到圣后面前。我不在乎死，可我在乎你。你身后有唐家，你应该好好的活下去。温习十年心，爱依然绵绵无期。因为你，玉儿，你还是执意要去吗？既然如此，你等着我。醒醒啊，沐雨！醒醒，醒醒，沐雨，沐雨！堂堂，你救了我，沐雨，我陪不了你了。不会，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。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不要。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。为了我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会的，一定要在一起，要坚持。莫雨，莫雨。果然是同命鸳鸯，你去陪他如何？墨雨，快带墨雨走。